这边是想要请的意思，哎，怎么这边只有你虎而已？哎，不如一掌啊，这种的。哦。人家讲高点吹那一种。但是其实你外面看那么大，其实里面没有空间不大。对，实际上你真的只是放一些重要的小东西。嗯。现在就没有了，现在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了。哦。我的，哎，这夹层是不是还可以打开？它的颜色是这一个。这种的，它原来的颜色是吗？对，它烤漆的时候，你说外面哦？哎，就这种颜色。所以这个颜色是后来有的漆。但他们，哦，这从一看到我漆的时候，在旧站的时候，我们都车站，我们都会去玩嘛。嗯。老一辈人说啊，都会去找啊，你们怎么漆掉？说谁说要漆的，哇！所以其实它这个锁起来还有三根，这个还蛮粗的。对啊。嗯。这种真的小偷要不然也搬不走了。可以哦，但是要你一动的时候，密码一断掉了，你就打不开了。对，所以说到我们不敢锁。他都看不准的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